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304面第三行啊，第三行最后一句，看起啊，按盆誓之说，菩萨度生须有方便，最甚方便呢，是教人念佛。念佛生佛果，见佛闻法，终不离佛，故能入佛法藏，究竟彼岸。这样的经文，对我们初学佛的人，总是想发心帮助别人，成就别人，这是一个最好的开始。诸佛菩萨可以说只有一个愿望，希望众生早一天成佛，早一天脱离苦海，回归自性，众生的业障习气非常严重，他不肯相信，不肯放下，不愿意深究其理，这些种种难关怎么样突破？其实释迦牟尼佛已经给我们做好最好的榜样，他老人家实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心成佛，而是在定中，在菩提树下，在定中讲了一部《华严经》。《华严经》是一生究竟圆满成佛的理论和方法，讲得非常详细。听众是41位法身大士，华严经上讲的初住以上，这些人来参与这次法会，那么换一句话说，不是法身菩萨就没有缘参加这次法会。这度菩萨的，希望他们赶快成佛，然后回过头来对一般凡夫，讲什么呢？讲阿含。他能听得懂的，他能接受的，他欢喜的，真是叫
恒顺众生，随喜功德。那慢慢循序渐进，那阿含12年呢？啊，讲的法门，人天法，啊，教我们怎么样呢？不会得日摄人身，啊，怎么样能够升天？天说得很清楚，有28层，分为3界，啊，欲界、色界、无色界。啊，然后再告诉你，3界之外还有天，啊，有4圣法界：声闻、缘觉、佛、菩萨。啊，给我们讲方等。这样子把它提升了，提升到大乘。方等讲了8年，无量寿经是在方等时候说的。那么在方等里面，我们就能看得出来了，各种不同根性的众生都有。啊，所以开84000法门，无量法门。8年之后，这讲般若，般若什么？讲真相了，诸法实相啊。般若讲22年呢，那我们就晓得，世尊教化众生啊，最主要的课程是什么？是般若，智慧呀，真实智慧。通达诸法实相，啊，一切法的真相。啊，22年之后，最后的8年，讲法华。法华是什么？法华就是华严。啊，你有真实智慧了。这时候可以给你讲一乘法了，《法华经》上说：“唯有一乘法，无二也无三，除佛方便说。”净宗法门是一乘法，这是个特别的法门。啊，没有达到极乐世界，它是5乘法：人、天、声闻、缘觉、菩萨，5乘法。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变成1乘法。啊，即使是凡夫，一品烦恼没断。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它也是一乘法。为什么？借助阿惟越智菩萨，想阿弥陀佛的福啊，阿弥陀佛将他的智慧福报啊，分给大家共享。啊，不可思议的法门呐、啊！无量法门里头只有这一个，找不到第二个。啊，可是这个法门呢，要100%的诚信，一丝毫怀疑都没有。有怀疑，肯念佛，肯发愿，到极乐世界还生到边地一尘。
也算不错。在那个地方慢慢的，你就发现是真的，不是假的。你把那一点点疑惑断掉，你就入品了。现在我们晓得，入品是入哪一品？还是善道大师所说的四徒三辈九品，总在语言不同，遍地遗尘里头语言也不同。有人听了怀疑，念拼命念，有更好，没有就算了，抱这种心态。有的是真正下功夫在经典里面参透了，但是他还有疑情，这语言不一样啊。一入品的时候，入哪一品不一样？有高低不相同。不管他是有高低不一样，但是实际上来讲，智慧神通道力的弥陀本愿威神加持，就变成一样。这个法门能接受的，经典上讲得很清楚啊。借是过去生中供养无量诸佛如来这么深厚的善根，所以他能够一生成佛。那我们今天有缘遇到这个法门，就说明我们过去有相当程度的善根，否则的话这一生你遇不到。遇到了你也不相信，相信了你也不肯往生，这世界还不错，值得留念，不往生。总是善根不足啊。善根不足，能不能把它补足呢？也在因缘不同。你要遇到殊胜的因缘的时候，短短的几年、十几年，真的把善根补足。想当年慧远大师东宁念佛堂这123个人善根不是完全相同啊，有不具足的呀，但是一入他的念佛堂啊，他就补足了。我们想想这个念佛堂讲不讲经啊？那个时候净宗的经典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翻译出来了，观经弥陀经都没有翻译出来，圆公当年提倡念佛法门就根据这一部经，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用的本子肯定是安世高翻译的本子，但是这个本子失传了。安一高、安世高翻得好，他是意义不是旨意，跟鸠摩罗什大师一样。他所翻译的文字非常适合中国人口味。中国人看得喜欢。
世尊这些事情我们都要留意，不能轻易看过，我们要向他学习。我们面对社会大众，我们如何来引导他，来帮助他。你看看永明延寿大师阿弥陀佛才来的他修禅，在禅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再回头来念佛，提倡净土，求愿往生。这个世间有用意吗？有，用意很深。在他那个当年，参禅的人多那是禅宗的法运呢。佛法是相法到中国来，相法时期禅定成就。禅风很深，是参禅真的上上根人才能开悟开悟才算有成就，小悟大悟都不能算成就。为什么呢？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大彻大悟出去了，不但出六道，出十法界，不是大彻大悟，决定出不了十法界。所以他做个榜样，你们参禅，我在禅宗里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回过头来学净土。这个让大家了，对他产生信心。他不是说说算数的，他是真干了，真开悟了这个就是善巧方便那个众生，那一个时代众生的根性，他了解，他用这个方法能够成就许多人那么今天这个时代大家都相信科学我们有理由相信近代这些物理学家里面肯定有佛菩萨在里头他们从科学上证明了大乘经上讲的宇宙的奥秘，宇宙到底怎么回事情，从哪里来的原来跟大乘经上讲的一样，他们这一赞叹一回头，让所有学科学的人接受了道理在此地那我们现在呢，应该做穿针引线的工作收集这些科学报告，跟佛经上对比把这些东西的时候有意无意都说出来了将来科学家一听到说原来佛经上有，他就来找佛经看一个时代跟一个时代的根性不一样要能懂得，那佛道讲的叫大行了
这个世界的人向往科学跟哲学。啊，原来真正的科学跟哲学是在解佛教经典里头，在大乘里面。啊，汤恩比说的话，我觉得这个里头有味道，有意思。啊，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21世纪问题重了，只有孔孟学说大乘佛法。啊，孔孟学说戒引，上中下三根，大乘佛法戒引上上根人。这都不是普通人了，普通人说不出来呀。啊，所以这里就给我们一个启示，给我们一个思考的方向。啊，如何能帮助人相信佛法，相信大乘，相信净宗。啊，帮助人不能着急，一下的时候讲净宗把他吓到了。啊，他马上这玩意是迷信，再不敢学了。啊，现在人心里面想的发财呀，其次的想求智慧。大乘里面的原理原则，先以利欲钩，后令入佛智啊！啊，你心里想的这个，我就成全你，我就帮助你，然后慢慢引导你出来。啊，他就相信了，兴趣就起来了。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佛会圆满具足。啊，真正是所谓的心想事成。对，极乐世界的人呢，没有一个人不是心想事成的。啊，净宗对任何一个人，一切众生有本利而无一害，到哪里去找这个法门？啊，我们生佛国干什么？就是见佛闻法，不离开佛陀。佛无量寿，每个人都无量寿。啊，天天在佛身边，这才能深入法藏，究竟彼岸，就彭氏之论深得尽止。啊，这一部经的旨趣，他真的得到了。下面这一句，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成佛之后教化众生呢，愿者是愿，发苦语。
于出世道习求为缘。啊，习者念也，愿也，故习求跟下面这个希望的习求啊，是同一个意思。啊，自己已经成就了，帮助一切众生成就。啊，下面解释世界，世界者，世之世间。中国这个世字是三个世，30年叫一世，啊，也就是一个时代，啊，30年为一世，啊，界指的是空间。东南西北，四维上下，这叫界。首楞严经曰：“世为千流啊，界为方位。”啊，世是指世界，过去、现在、未来。啊，界是方位，如今当知，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这叫界。过去未来现在，这叫世，叫十方三世啊。这是指啊，佛家的名词叫法界虚空界，现在的名词叫宇宙。啊，等正觉见堂矣，是为心矣。啊，位矣，就是等觉。啊，这是就矣。啊，等觉有两个意思。第一个，等觉是菩萨的即位，讲得妙觉之福果，其智慧功德了，等似妙觉，故谓之等觉。菩萨一共有51个位次。这个里面是实心、实住、实心、实回向、实地，50个。再上去呢，等觉。所以等觉是菩萨最高的一个座位次。他再提升呢，那是佛的位次了，不是菩萨了，妙觉。啊，妙觉是佛的果位，等觉跟妙觉只差一点点。啊，所以等觉是等于妙觉，这个意思。啊，它不是真正的妙觉，等于妙觉。啊，它的智慧、神通、道理。跟究竟果位差不多，这称之为等觉。谭鸾大师曰：“妄语妙觉悠悠一等。”啊，向上看呢，还有一等；鼻下呢，它名为觉。故名等觉。啊，第二个意思，等觉即佛果。
往生论注，以诸法等，故诸如来等。是故诸佛如来名为等觉。这个等是平等的意思。啊，一切诸佛如来是平等觉，不像十地，十地不平等，初地跟二地不平等，二地跟三地不平等。啊，到诸佛呢，真正成佛了，那妙就各位大家都平等，所以等觉是佛位的名称，也能讲得通。啊，所以它就这两个意思。又制度论语，诸佛等，故名为等觉。慧疏云：等觉有二义，第一个如来名等觉，第二个呢是一生不处，叫做等觉。这是前面讲的等觉两个意思。菩萨最高的位置叫等觉。啊，这是菩萨51个位置里最高的。到成佛之后啊，等觉是跟一切诸佛都是平等觉。佛佛道同啊。于是注经家于此经文呢也有念说。啊，这些注解的。啊，注这个经文成等证据。一位是住等觉位的菩萨，与十方世界示现八相成道，是等觉位的菩萨。那另外一种说法呢？这是果佛，这是妙觉如来。啊，从果相因呢，示现八相。乃成佛后之利用。啊，你看看，等觉可以示现八相成道。妙觉如来也是一样的，可以示现八相成道。啊，众生有缘啊。八相成道是到人间。啊，释迦牟尼佛到我们这个世间来了，实现成佛。他是什么地位呢？他早就成佛了。啊，所以这是如来道家慈航实现八相成道。他从哪里来的？他从长吉光来的。那么有没有从十报庄严头来的？有。啊，跟释迦如来一样，在这个世间示现八相成道。啊，从十报图里面来的是不处菩萨。啊，一生不处是等觉菩萨。啊，都有啊。
大觉总之啊，大觉妙用不可思议，是不必于此二者强制一说，也不妨并存。该因菩萨众多境界不一了。何况往下看，那低级的这些菩萨呢，也能够八相实现八相成道啊！《华严经》里面讲，圆教初住菩萨啊，这个地方应以佛身得度之，他就能实现佛身，就能实现八相成道。还是我们跟谁有缘？而跟我们有缘的人很多，不是一个。有的成佛了，有的在实行，有的在实住，有的在实回向，有的在实地，不一定。我们心才动一个念头，这些有缘人全知道了，都会来帮助。我们再看底下这段，殊胜的权德，这个里头分八相，八口，八个小口。这个八个小口就是八相成道。第一个呢，下生，舌斗帅。上一段，末二句，入佛法藏，究竟彼岸，再赞大师之舌德。经文及下文两段呢，则再赞菩萨普于十方示现八相成道的殊胜权德，这三教方面舌斗帅，将王公气味出家苦行学道这底下一大段经文表八相成道，但其位不一，凡有五等。真解曰：一，如《华严显首品》及《起心论》，与实性满位，示现八相。占察经说四种作佛，第一呢，性满作佛当之。起心论里面讲啊，实性未满呢，实性未满，它是什么地位？就是初住位了实性圆满，超越了十法界了，他离开十法界了，他住到十宝土了中国大乘里面常说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就是这个位置说明他刚刚见性了，他就有能力在他方世界示现八相正道。
这里讲一个性满，第一个性满成佛，占察经的。占察善恶业报经有讲啊，四满成佛。我们把这个意思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是心满，为一种性地决定性于诸法不生不灭。一切法不生不灭，清净平等，无可怨求。求愿的心啊断了，这叫心满成佛。这里讲的种心，种是种子，心是心分。阿赖耶识里面种心地一种心地他决定性说明他没有怀疑。相信一切法不生不灭。清净平等。这什么境界？现在量子力学家就是这个境界。他们用科学这些工具的帮助，看到宇宙这些现象的真相。物质的现象他看到了，假的不是真的。物质没有生灭了，不但物质生活没生灭，精神现象也没生灭。弥勒菩萨告诉我们的，一弹指32亿8000年，念念成形，形皆有时。后头有一句话说，念时极微细，不可知之。这不可知之就是不生不灭了。你说生它就灭了，你说灭它又生了。所以科学家给我们讲个事实真相，宇宙世界没有一样东西是独立存在的，它是跟大家交互在一起的，不能独立生存。所以一切法确确实实像般若经上所说的，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
真正相信这个事实呢，人的心就清净平等了。为什么？他没有需求了，心就平等了。没有高下了，心平等，没有需求，心清净，清净平等心现前了，才现前呢，心满成佛。第二种解满成佛。他用信解行证，清凉大师把华严分成这四科。为一解行地，前面是一种心，是心，这个地方是一解，深解法性。无造无作，发心没造作，一念不觉而有无明，发心有没有造作？没有造作。无明跟发心有没有关系？不能说没有关系，也不能说有关系。你要说没有关系，无明从哪里来的？无明是一念迷而不觉。迷的是谁？迷的是法性。法性迷不迷？法性不迷。是你自己迷的，法性不迷。可是我们自己这个人跟发心有没有关系？有关系，没有发心就没有我们自体，所以说不能说有关系，也不能说没有关系。怎么解释才对呢？有无两边都打掉，都不要执着，都不要分别，都不要起心动念，解满成佛了。所以不起生死相，也不起涅槃相，生死涅槃两边不着。没有生死，也没有涅槃，心无所不，有无所欲。跟心经上所说的一样，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心无所不，也没有任何欲望。心如止水，如如不动。解满成佛，解是明了的意思，行所修之行，梵语涅槃，翻成中国意思叫灭度。这说解满，事实真相明白了。第三种叫行满，为一究竟菩萨地。究竟菩萨就是等觉，
能除一切无明诸障，菩提愿行悉皆具足，是为行满成佛。明心见性，可是无明烦恼的习气没断，断的差不多了，就差一点点了。这一点断，它就不叫行满成佛了，那它叫正满成佛。就差这么一点。这个地方说明，能除一切无明诸障，一切障碍都断尽了，没有障碍了。菩提愿行悉皆具足，是本来具足，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业障，慧能大师见性的时候他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智慧具足，德能具足，相好具足，没有一样不具足，找不到一丝好的欠缺。他当然有能力在十法界，在六道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众生有感，他就能实现八相真道。最后一种叫正满成佛，一净心地得无分别极尽法智，即不思议圣妙功德。这什么？通通是自性本具的，不是外来。只要我们放下起心动念，放下分别执着，自心里面的智慧德相统统显现了。所以不思议圣妙功德了，是自心本具啊，不是外头来的。这个净心地妙具佛位，成佛之后道家慈航实现八相真道，我们现在再看念老的注解，念老的注解说三零五页第四行最后一个字，占察经说四种作佛种，第一个是心满作佛，就是初住就有能力实现八相真道。第二呢，如大集经中灌顶位
菩萨，灌顶是第十住。前面是性满，是初住。啊，十住满位，能与无佛世界，示现八相。啊，《占察经》第二解满当知。啊，但是通通要圆，圆很多很复杂。总而言之，不外感应道教，这个道理一定要懂。众生有感。佛就有缘啊，感应永远纠缠在一起，没有法子分开的。这纠缠这个名词是科学家用的，啊，你没有办法把它分开。啊，这个事实真相不能不知道。科学家告诉我们，弥勒菩萨给我们印证。啊，你看一坛指三十二亿八千年，念念成形，形皆有实。那这就是说，心念跟物质现象永远纠缠在一起，而且速度太快，念头才起，周边法界了。啊，物质波动现象形成的，这个波动现象也立刻传遍变法界、虚空界。啊，贤首过世的《华严观》跟我们讲三种周边，第一种周边法界，念念周边法界。啊，而一切法呢，从心想生。这是讲什么？这是讲十法界。啊，十法界没有离开阿赖耶，阿赖耶是心想啊。我们的念头都属于阿赖耶。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那阿赖耶就没有了。啊，那个实现就是行满跟正满。啊，前面两种。性满跟解满跟阿赖耶还有关系。啊，性满跟正满的跟阿赖耶没关系了。真正的转八十成四十了。《占察经》第二，解满当知；第三呢，《人王经》，菩萨教化品，名初地八相，初地菩萨八相成道。啊，示现八相成道，这是《占察经》里面第三。
正满作福。啊，四呢，入如来智德不思议境，明究竟地，啊，一生不出啊，八相实现。这《占察经》第四，啊，第四是正满成佛，啊，一切功德行满成佛当知，第五，还有华严不思议品。诸佛念念出生智，此名佛后得智，出生八相实现也。啊，这是第五种。第五种啊，占察经上没有。啊，第五种是成佛之后，因为前面四种啊。因中实现，等觉菩萨没有证得妙觉，还算因地。第五种呢，那他已经证得妙觉位了，啊，是究竟圆满的佛果。他不在。十宝图，他在长吉光。啊，长吉光在哪里？长吉光无处不在，长吉光无时不在。啊，佛经上跟我们说，佛菩萨的实现，当处出生，随处灭尽。长吉光里面没有空间，没有时间，啊，当下便是啊，啊，极光净土啊，我们起心动念，他怎么会不知道？遍法界虚空界，所有众生起心动念，全知道。啊，确确实实像一个看不见、听不到、琢磨不到的网。啊，这个网非常之密，啊，遍布在法界虚空界，它没有形象，啊，它不是物质，它也不是意念。它也不是自然现象，啊，所以等觉更深的一层意思，入到这个长吉光就是平等觉，啊，成等正觉，等正觉这个名词是新意，玄奘大师他们也。妙觉如来啊，那菩萨位次里面的等觉，他还是住在十宝图里头，啊，那是菩萨，这个等觉。是如来，不是菩萨。啊，所以等觉这两个意思，我们都得要知道。
啊，华严不思议品里面讲，诸佛念念出生智啊，念念不是佛，佛没有念头了，随着众生，众生念念那是感啊，佛法而有因，自自然然有因，众生有感，佛就有因。啊，因，大乘教里面跟我说说说的很多。啊，感应有四种啊，显感显因，显感明因，敏感明因。敏感显因，啊，我们凡夫烦恼习气很重，对于敏因敏感明因，我们不知道。显感明因也不知道，粗心大意啊！佛菩萨又问有因，我们没觉察到。我们能够觉察的是明显的因啊，我们的敏感佛显因，我们显感佛也显因，我们知道。啊，能觉察到，所以清净心、平等心重要啊！啊，真功夫啊，就在清净平等处啊，本经经体上显示出来了。啊，关键是清净平等。觉是自然的，只要先做到清净平等，哪有不觉的道理？啊，所以清净平等是定，是属于禅定。清净就不染污了，啊，平等就没有高下了。啊，阿罗汉辟支佛不染污了，还有高下。啊，菩萨分别没有了，所以平等性现前了。啊，出生八相实现。那么这五种，前面四个因中实现，第五呢是佛后，就是成佛之后的业用。啊，世经说明，若依住思，多是第四不处作佛。啊，这每人看法不一样。所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下面念老师若依经宗，啊，我们依净土法门，此中无所属啊。净土法门不可思议，以弥陀巧方便回向所作，因果都不可思议。啊，若强论之，勉强来说，何应在第五佛后这种也？
八相成道，有佛，有菩萨，有身位的菩萨，还有前位的菩萨，都能做到。由此由上可见的，示现八相成道之人，戒位有五。这五种戒位里头都有这个能力，就一般只知不处成佛所现。这是一般大众，他对实际状况不了解。只以为是不处，就是等觉菩萨来实现这个八相成道。真切在篇中为佛后，著说呢不妨并存，无畏不妨其有，待十方来会之菩萨无量无边，其戒位与平等中亦不爱有差别。这个是事实真相。又八相成道，指本师释迦与一切诸佛了示现成道之通途。也可以说，诸佛如来、诸大菩萨与众生有缘，应以佛身而度脱之，他们就现八相成道的佛身，跟大家说法。大多数都是用八相成道。但注经论因开合不同，所说一义。或说其相，乃至九相、十相。那么经说八相，乃从经论之多数，讲八相的比较多，有讲九相的，有讲十相的，也有讲七相的。这个里头是开合不一样，是吧？在这八相之中呢，内容也不尽头。大乘起心论为八相，第一个，从斗率天下，这是第一个相；第二个入胎；第三个住胎；第四个出胎；第五个出家；第六成道；第七转法轮；第八入涅槃。大乘起心论这个说法，但四教义里头呢，说法就不一样。第一个，从斗率天下；第二个，脱身、脱胎；第三个，出生；第四个，出家；第五个，降魔；第六，成道；第七，转法轮；第八，入涅槃。这两个对照便知，四教仪是开，起心论的成道跟降魔与成道，这个开成呢，成道开成，降魔跟成道两个，或起心论的
入胎、住胎与脱胎。啊，合成一个，可见两者只是开合不同，内容无别。家相处，一四教义判位移的八相，康生开的本子，甚或于此经汇集本，故人一致。啊，家祥大师的《无量寿经》一书，啊，以四教义的判法。啊，跟这一部经里面所讲的相同啊，所以注解呢也就依据家相思啊，舍斗帅是第一相，将王公是第二与第三相啊，第三两相啊，七位出家苦行学道是第四相，降伏魔怨是第五相，沉醉正觉是第六相，勤转法轮常以法心居住世间，即以下诸句是第七相。下段经文当中于此中下而现灭度是第八相。舍斗帅啊，这在解释，即第一项从斗帅天降生，斗帅有翻译成斗数，读斯斗啊，这是翻译的人翻的不一样，梵文是相同的啊。它是一名，所以一音有义。那么其义为妙祖、知祖、喜祖，有这个意思。乃欲界第四天，这个里头有很深的意思。你想成佛，你想回归自信，要怎样才能够回归啊？要知足，你要不知足，你就有贪心，你就有妄念，你就回不了啊。为什么菩萨要示现成佛了先要住斗帅天，就是示现知足了，重要啊，知足就常乐，知足心是定的，没有欲望了啊。你看这个意思多深啊！欲界六层天，他为什么不生在别的天？他要生在斗帅，都是知足的意思，表法了。啊，所以他不住花落天，不住他法自在天，也不住初禅二禅，他住斗帅。啊，我们一定要懂得表法的意思。菩萨想成佛，一切知足，妙足。内愿呢，现为弥勒大师之净土，外院呢，则为天众啊欲乐之处。这叫斗帅天。
啊，内愿知足啊，外愿呢喜足啊。啊，为什么欢喜？啊，一切法他满足了，他就欢喜了，所以知足常乐。说明这个道理。啊，普要经说，啊，普要经说法门品。云，其斗率天有大天宫，明月高床，长广2560里，菩萨常坐，为诸天人敷衍金殿。啊，斗率天简单的状况。六六的体体啊，这个菩萨就是弥勒菩萨啊，在斗率天由他的居处地方大天宫啊，高床啊，菩萨在那个地方为诸天人讲经教学我们看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为一切往生的大众讲经教学从来没间断现在我们看不出菩萨在斗率天也是讲经教学啊？为什么大众没有证得妙句过位这不讲经教学行吗从这个地方我们能够体会到深深体会到佛法了，原来就是教学。啊，所以世尊在般若经上讲的话，这就有道理了。啊，有讲经的，佛跟菩萨讲经，有听经的，有真修行。有真果的叫真法救主啊！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真修行的，没有真果的，这叫想法。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没有真修行的，叫末法。啊，末法虽然听经听得很明白，他没有做到。啊，如果讲经的没有了，听经的也没有了，叫灭法。啊，那我们就知道啊。这个地区啊，供养的有大藏经，诸佛护念，龙天善神保佑，这个地方会不会遭灾难呢？有供大藏经，但是没有讲经的。
也没有听经的，也没有依教修行的，这地方要不要造灾难？照样有灾难呐、啊！啊，如果这样，这共这大藏经就能消灾免难，这一部大藏经要不了多少钱呢？每家都可以供啊！啊，是不是这个地方就不会遭难呢？啊，我们人一样干杀盗淫妄，他会不会遭难？照样遭难。供养大藏经，啊，把它收藏在那叫供养，错了，那是供，没有养。啊，怎么要养？叫养，每一天读诵依教奉行，那叫养。啊，用大藏经啊，养我们的佛心呐、啊。啊，只供没有养不行呐、啊。我们的心性。跟大藏经完全相违背也。这个道理要懂。啊，因为有人向我提出问题。啊，为什么这个地方寺院庵堂都供养大藏经，这个地方还要遭难？啊，所以你要相信佛的话。佛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灾难从哪里？心想来的。啊，我们居住在这个地方的众生，心里想什么？自私自利、名闻利养、贪嗔痴慢疑。想这个东西啊，干的是什么？怨恨恼怒烦杀盗淫妄，干这个他能不遭难吗？啊，佛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出家人收藏这些经典，自己不看又不肯给别人看。果报在哪里？在阿鼻地狱，叫令法。啊，你收藏大藏经，自己不看也不给别人看，这不是令法吗？啊，我们这个道场，悟弘法师做这个实现。啊，现在遭难了。认真忏悔，啊，知道过去错了，啊，我劝他很多次不听啊，跟他讲的时候，满口的是是是是是是都是，啊，试完了之后就完了，什么也不是。啊，现在遭遇到困难了，啊，业报现前了，啊，
这个示现提醒我们大家，我们如果看清楚了，看明白了，知道这个车是错误的，不是经典。也要看人呢，他能读，不是他有用处啊；不能读，不是他没有用处啊。能读、能解、能行，那个功德就很大。说不定帮助他成佛了，帮助他往生了，这好事啊。不是多，不是一万个人，当中有两三个成就就不得了了，就很大的功德了。那其他呢？其他种个善根。你布施他一本经书，至少经题他看见了，一粒言根永未道中，阿赖耶识里头种一个佛的种子。这一生不起作用，来生后世以这个善根遇到佛法，它起作用。所以布施经典佛像有什么样的功德，什么样的好处，我们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下面是佛地论第五云，读是多听，就是多说听。后生菩萨，菩萨最后生，他要成佛了吗？所以他等觉菩萨吗？于中教化了，多说听的内愿。等觉菩萨在那个地方教化众生呢，后生菩萨呢，即一生补处菩萨，此世界、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之补处大士，皆从此天降生。这个事情就是告诉我们，一定要学弥勒菩萨的知足，要学弥勒菩萨的慈悲，要学弥勒菩萨的放下。下面是八相成道第二段，脱胎。第三段出生。这两项呢，是在一句话里头讲完功。你看，从斗率天下降，降生在王宫啊。通通都有很深的意思。为什么不降生在普通人家？佛菩萨降生都是降生在王宫。为大家表演的，你看看世间人。什么人不要地位？叫争名夺利呀！王位最高的
没有比王位更高的了。啊，财富也是最足的。啊，富贵到了基础啊。出生在这个地方，然后能够啊放下，出家去了，这个不简单的。啊，这就是说明，出家修道啊，比做国王还要殊胜。啊，就是人家有国王的继承，他不要了。这个意思很深很深呐、啊！啊，世间人所需求的，他不要；世间人不要的，他要。他要的是道。啊，他出家修道去了。将王宫降生在王宫，他可以选择。我们不行啊，我们凡夫到这个世界来，凭什么来的？业力。啊，真的所谓一生皆是命，半点不由人。我们在六道轮回，生生世世都是被业力主宰了，自己做不了主啊。啊，人要修福，老师是关键。啊，我遇到张家大师，张家大师教给我《楞严经》上所说，将此身心奉承差了，是则名为报佛恩。啊，我们这一生走的这条路，幸福诚信啊，皆佛经教，我们能理解，能读诵，能理解，依教修行啊。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这一生呢学他，那这一生呢你就超越了业力了，你那个业报身不起作用了。这一生当中啊，佛菩萨照顾，佛菩萨做主，这多自在啊。啊，一生当中的际遇遭遇全都是佛菩萨安排的，有顺境有逆境，有善缘有恶缘。菩萨为什么这样安排呢？来磨练我啊！啊，千锤百炼呢、啊，看你动不动心呢、啊，看你会不会退转呢、啊？啊，你经得起经不起考验呢、啊？啊，这做佛吗？啊，我们选择净土法门。终极的目的呢，是等着阿弥陀佛来接引我。
啊，什么时候来戒淫是阿弥陀佛做主。啊，阿弥陀佛还没有来，我就知道我还要在这个世间呢来受考验，啊，来受折磨。到阿弥陀佛点头可以了，他就来接我走了。啊，我在这等他。这个自在啊，自己与自己，什么都不操心。什么都放下，啊，真正学到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普贤誓愿要落实，要真做到。这一部经，你看续品第二品里面，得尊普贤。啊，我们现在念的还没念完呢，得尊普贤了。普贤菩萨誓愿是修学净土行门最高的指导原则。啊，头一个。礼敬诸佛，我们有没有做到？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我们是不是真的把一切众生呢当佛来看待？还没做到，没做到还是在受折磨啊！磨到哪一天，把你这种烦恼习气功高我慢磨得干干净净的，看到蚊虫蚂蚁都说阿弥陀佛，啊，那就是阿弥陀佛才行啊！对他恭敬礼拜供养，啊，向他忏悔。降生王宫这一句里头包含着有第二项脱胎，啊，与第三项的出生，啊，这两个项包括在这里头，本是世尊之脱胎，如因果经云，于是摩耶夫人于灭悟之际，见菩萨乘六牙白象腾空而来，从右泄入，身陷于外，如出琉璃。这是说菩萨的脱胎。他是从右胁入胎的，啊，在胎里面，外面人能看到，啊，像是磨琉璃，就像是玻璃一样，隔着玻璃看到，啊，菩萨在摩耶夫人身体里面。至于出生呢，则如《涅槃经》云：“从母摩耶而生，生息生下来，皆周身七部。”啊，七代表圆满。啊，周身者，你看，乃至。四维上下之十方，经言所云，于十方呢各行其步，视线丈夫
分心之力，于十方独处无为也。啊，世尊出世，一般经是讲四方，东南西北，啊，各走七步，一个手指天，一个手指地，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啊，有一些信仰其他的宗教，看到佛经上这些话，跟我说：“释迦牟尼佛太傲慢了，啊，一出生下来就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啊，这一句话里头，我是大学问呐。啊，我指的是什么？常乐我净的我，不是这个身体。啊，禅宗里面所谓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那个我。啊，那个我是谁呢？佛了。学佛的同学对这个我一定要认识清楚，否则话就变成傲慢。佛在大乘经上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谁的心想？我的心想，那才叫我。我在佛法里头有很深的意思啊。佛学词典里面讲八个我，通常我们讲两个最重要的啊，我是主宰的意思啊。今天我能不能主宰啊？不能。我要能主宰，我身体健康，永远不生病，永远不老，能不能做？做不到啊。可见的说没有我啊，世间人心目当中我这个概念，佛法里都不承认。第二个重要意思是自在啊，你的身心都不自在，受外面境界的干扰，所以没有我啊。那佛法讲我是真我，不是世间人所说的我啊。真我是真能做主宰，真正得大自在啊。那个我是什么？那我是自信，明心见性，就把我找到了。啊，大乘教里面跟我们说，法身里头有我，
法身里头有常乐我净，般若里面有常乐我净，解脱里头有常乐我净。啊，法身、般若、解脱，叫三德密藏啊！啊，自性本具的三德密藏啊，这三种的有真我有真常，常是什么？永恒不变，是常啊。有真乐啊，乐什么？没有苦啊，三苦八苦绝对没有啊。有净啊，净是清净，本自清净，一尘不染，叫常乐我净。这四种净的自性里头本来就有的啊。佛是讲的是这个我，那真是天上天下了，唯我独尊啊。这个尊是尊重啊，那换句话说，佛49年所说的一切话，说的什么？就是讲的法身般若解脱，就是讲的常乐我净。啊，这个三德密藏你证得了，就成佛了。啊，所以世尊一出生呢，做这种事情，又未逾越从右胁生。释迦谱里面也说，菩萨渐渐从右胁出，他从右胁入胎，还从右胁出胎。现在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